工程师，他在不同的国家参与过很多不同的大型项目，现在他在埃及。我和妈妈去过爸爸工作的地方，沙漠腹地很美，各种大型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。爸爸就是我心里的超级英雄，他勇敢，有担当，有理想。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一有空就会陪我运动，我的乒乓球就是他教会的。在父亲节到来之际，爸爸，我祝您工作顺利，父亲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叫汪芷诺，我今年五岁了。爸爸他是一名程序员，他在埃及工作。爸爸可以写出各种各样的程序，我特别崇拜他。爸爸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，我长大以后要向爸爸学习。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，他送了我好多礼物，特别喜欢。祝爸爸父亲节快乐，我爱你。我的爸爸是一名建筑工程师，每次我去他工作的地方，都可以看到一座一座大塔吊，听到各种机器的轰鸣声。他虽然不善于表达，但他却一直是我的榜样。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陪伴我学音标了，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。爸爸，祝您父亲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叫楚一，我已经七岁啦。今天说一说我的爸爸。我的爸爸是一个超级棒的机电工程师，他去过好多好多的国家，和其他的工程师叔叔们一起完成了特别多了不起的工程。我的爸爸现在在埃及工作。爸爸说，埃及有金字塔，有沙漠，有很多神话传说，是一个古老的国家。我的爸爸是一个勇敢又温暖的人，无论我有什么困难，爸爸都像超人一样帮我解决。爸爸在我心里也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英雄，我要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勇敢又温暖的人。父亲节到了，我祝亲爱的爸爸父亲节快乐，也祝所有小朋友和大朋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。木子虫，我叫木迪星，我们是一对龙凤胎兄妹。我们的爸爸叫木晨，我们今年九岁了。妹妹，你知道爸爸在哪工作吗？我知道爸爸在离我们很远的埃及工作，而且爸爸是一名工程师。哥哥，在你眼里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在我眼里爸爸是一个有担当、责任感强的好爸爸。在你眼里爸爸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在我眼里爸爸是一个超级英雄，他勇敢有担当。爸爸是我们的好榜样。父亲节来临之际，祝爸爸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。爸爸，我们特意为您画了一幅画，希望您能喜欢。爸爸，我爱你。